的气根呢、啊？榕树的气根会长这样了。哦，榕树的气根可以长这样。哦，你看榕树的气根竟然可以长这个样子。哦，越淘越透，越淘越透哈。叶子可以包粽子的那个叶淘越透。哦，都听到飞机的声音。这北边就是那个水上机场了。水上机场，你看，哦，这边有这么多榕树。哦，这里常常听到飞机的声音了、啊。这小南海风景区北边就是水上那个机场的，所以呢飞机的声音很大、啊。你看那个根啊，哦，你看植物的根治啊，竟然知道绕着弯，植物的根竟然知道绕着弯啊，绕着弯这样，哦，从那边跑到这边，可能要跑到那个湖泊那边去吸水。哎，植物的根这么厉害，都会去找到水。